你又 ICAC 嚟噶，你咁叫包庇啊！身边啲人唔知因为我而死咗，你个理财被，咁咪一世。我哋合作咗咁多年，你有冇计过你收咗我几多钱？Jackson，为咗好多你依家用错嘅钱，你真系天真到以为可以洗白。 呢单 case 唔单单净系贪污咁简单，请常唔系怀疑我系嘛？啲钱点嚟噶？如果冇入境处高层人士帮手，根本冇可能做得到。牵涉个人，可能更加多。我觉得你仲天真，但我唔肯定佢有命翻到嚟。 一早知道。